刀了。你喜欢立冬？你喜欢立冬？你喜欢立冬飞？你喜欢他？你喜欢立冬？我没有给你同情票。好直接啊！那就直接去后面等什么？对啊，约的时间都不对。哦，约过？他约我去唱歌。然后都很晚才约，没有走个流程，也不约吃饭，直接约唱歌跟直接是一样的意思，差很多吧？没有那么严重吧？不是，约唱，你这样才是一天没什么。还有，抓得很会，很会，哇塞，这个哇，哎，这个很会，这个哇，哇塞，再给他30秒都可以。哇，来，我们马上请他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不好驾驭吧？嗯。看到没有，会弄头发，等等，加油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光这鞋子，你看攻击性，带刺的玫瑰，哇！哎呦，哇哇哇，有气势哦，拿麦子有气势，哎呦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有手势，是不是？来，小爱来，辣妹辣妹，我好不想要站在她旁边哦，自己看，哇塞，她超白的，你怎么那么白皙啊？真的，对啊，你有要美白吗？没有，爸爸爸生的好，家人生的好，你真的很像丫鬟，对，有道理耶，不是不是，你一出来，对啊，光发型你就弱掉，是不是？我站在她旁边就很像我是仆人一样，助理助理，对对，然后她就是一道光给我走在前面，对，你就是边边的光被吸走，所以我就是这样子才没有异性缘，就是以后她上去我们就给她写。边边，边缘人，对，边边人这样。来，我们先看他的照片。哦，这是我们一起的，一起的。我旁，我身旁其实都是正妹。哦，对对对。啊，有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张就有风味了哦。雍容华贵，真的呀，越南风，从腰部到底部完全不用。不要你说什么越南风情？哎，对啊，我喜欢乱讲话。红洋装配他白色的那个肌肤更显白，这个太美了。来下一张。哇哇，有漏，这不是为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翔哥专，这个就翔哥的照片了。为什么？翔哥内裤王。对，这个让人家看傻眼。他到底想要呈现的是内裤还是牛仔裤？他这个狂野中带的高贵。而且他整个气质非常适合像这样子的一个豪放，有没有？真的，嗯。那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怎么会没有呢？因为就没有人追我。你喜欢什么样型？他很挑，很挑啦。你喜欢立冬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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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喜欢他？你立冬？你喜欢他？什么意思？你怎么了？立冬出头天了。很幽默啊。没有，因为我们算认识了。对。算认识，所以他是给我同情票了。我没有给你同情票。哇！好直接啊，好直接啊！那就直接去后面等什么？太可爱了！我没有给，是他约的时间都不对。哦，约过。他约我去唱歌，然后都很晚才约，没有走个流程，也不约吃饭，就是说要唱歌吗？要先走流程。没有流程就直接到 SOP 吗？你不能说直接唱歌，那是很逊，很逊，知道吗？要一整套的。才对，对啊，全套，哪有你这么有诚意嘛？你这个直接约唱歌跟直接是一样的意思，差很多吧？没有那么严重吧？不是，约唱，你这样才是天理，这大家都在约啊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没错。你看吧，哦，所以约，所以你们，所以约唱歌等于，这是什么新的潮流啊？你们这个走在这个江湖上哦，你们这个浅，难怪你们这个啊。在异性缘这条路上走不出一条方向，是不是？其实他蛮enjoy他现在这种方向哦，因为这种就常常一个人走路回去，哦，对，真的意图性太明显，不是没有意图，所以一个人对啊，那个意图性，哎，我们直接唱歌不能讲，我们都先吃饭，吃完饭，哎，要是没关系，我们明天再说，明天出来他的穿着就不一样，嗯，大衣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你误会了，哪有这样的剧情？OK， 你喜欢幽默之外，长相有没有什么？他不挑啊，干净舒服。他不挑什么意思？干净就可以。看起来干净舒服。那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属于有没有不舒服？稍微不干净。没有哎。哦，嗯，那有没有最干净的？最干净，立冬啊。要治吗？你怎么了啦？天哪！你是听错药了。立冬中了啦！你整个症状重新。有啊有啊，最近立冬是真的干净一点。对对，有。有去看我洗澡是不是？我有送他一个那个沐浴乳。沐浴乳啊，然后里面有那五十水啊。哦。然后里面还有什么艾草啊？下降过，小心啊！稍微清过哈。
不简单，不简单。你跟男生会起冲突？他脾气其实真的是算是你什么星座？刚烈的，对，刚烈的。你什么星座？巨蟹。巨蟹座女生其实不好欺负。真的。你知道他会那个？他会硬起来。讲讲。嗯。母性。对，他会硬起来啊，个性。哦，对，讲清楚。没有，但通常都是为了保护朋友之类的。对他蛮有正义感的啦。对。嗯。对不对？而且我都只跟男生打架，不打女人。哎呦，你可以讲你去泰国，他去泰，对，泰国怎么样？泰国怎么样？他去泰国打人。打人？真的假的啦？就是入海关说，哎，你来泰国干嘛？打人。我是说，因为保护啊，你讲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从夜店出来，那我们在买东西吃，司机就一直拉他说，哎，要问他要不要坐车。他就是一直拉，拉因为就是你也不能怪司机，人家想说他家乡帕塔亚，他没车了，我要回通宵回南路啊！你知道难怪我每次回去那些人都一直拉我坐车了。没有啦，你是北边的，你是清迈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是觉得那些司机很烦。我就推开那些司机，可能他们就会一直来拉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很像车队这样子，就是硬要抢客。对，后来我就真的受不了，我就跟他们打起来。对，就根本就这样打起来那一种，就真的用超可怕的。真的，他们有没有打回来啊？没有，有啊，当然要打回去啊。他们有打回来，他们还敢打回啊？哇塞，他们就在那边推推，打来打去，就打来打去，对，然后打到了泰国朋友把我们拉开这样。不会，还好，因为泰国很多人都长这样。真的，你都瘦瘦了，真的比较瘦小。真的，泰国很多瘦子。哎，那些打泰拳的也都是这样哎。打泰拳不会在旁边拉客吧？哦，也是。谁会在那边？要不要坐电车？谁会？记得说这样。好传神哦。你不会怕？没有什么在害怕的。没在怕，没在怕。我年轻时候也是啊。在国外也是跟人家那边弄来弄去的嘛。女生啊，没有啦，因为有的在bar里面一定会的嘛，女生不一定就比较好欺负啊。我说，对对，那是对的，因为有些外国人会欺负观光客，然后那时候你要硬起来，但是现在年纪比较大，想想哇塞，万一人家弄你，对不对？所以去哪里就带他，就是蛮好的啦。虽然没有异性会接近我，但是他会保护我。来，我们看看他的。有，会打人，他真的会打人的。哦，所以，立冬看到没有？有，我还会哦，长板的，长板啊。女孩子滑的最漂亮，第一代，这个很厉害。哇，我有那个蛙鞋。哇，哇塞，真厉害。立冬这样就已经淹死。我在那旅馆的嘞，台中对不对？台中那个水立方，水立方啊，在你家旁边吧，对，差不多。我冬天的最爱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厉害厉害，动都会跟他这样白白的。希望你们两个啊，永远的好朋友。好，然后我们都可以赶快找到春天。对，因为这个是缘分，好朋友是缘分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请坐哦，恭喜，欢迎。